够在一同的来追求主啊，特别是这一篇一系列的信息，阿门。那我们是进到了第五周啊，第五周，我们一起把真题读一次啊，第五周，阿门。是造就的，他在耶稣身上是奇迹的，借着基督，借着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不是过我们文化的生活。阿门。阿门。阿门。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感恩节特会的信息啊，2020年的主题是为着一个新人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顶替文化。因为在教会生活里很容易的，文化就来顶替了我们这一个新人的生活，我们变成活在这个文化里。因为很自然的，我们这个人呢、因为 得救是在天然这个出生是在生在天然里长在文化里，得救在宗教里。我们需要这个话一直来提醒使我们能够有一种的转那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就是第一个就是有迫切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文化有迫切的需要被基督来顶替，这是第一篇。然后第二篇就讲到活这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而不活我们的文化。那这一篇呢、活的一个延续呢，就是在第五周，也就是这一周那第三周、第四周，他就讲到了新人的成分和得更新，然后第五周呢就讲到了这一个新人的生活。所以我们简单的要给大家点出来，就是这第五周的信息是第二周信息的延续，就是来活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不活我们的文化，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新人的生活。而这一个新人的生活在第五周会给我们看见，乃是那一个显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这第五周我们看见这个篇题有一点长，但是呢篇题基本上就把三件事情在一个句子里给我们说出来了。第一件就是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或者是说耶稣身上的实际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学基督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新人的生活，不是文化的生活那这三点呢也分别是第一点第一大点、第三大点和第二大点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篇题有一点的导读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导读一下这一个偏题，这一周的这一篇的这个经文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这个经文，弟兄来，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Amen。姊妹，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受过教导，阿们，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有何谦卑，使你们要负我的恶，也要跟我学，跟我学，你们魂里独立的安息，安息，阿门，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恶是轻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门。你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就拿着拿着一两条鱼放放天柱，放天柱开饼，递给门徒，门徒便递给群众。群众，阿门，阿门。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是才能做父所做的事，照样做。阿门。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寻求自主的意思是寻求那开我来者的意思。阿门。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猜他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阿们。我以万物是义。阿们。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在以弗所四章二十跟二十一节，也就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重点讲到了，在这个负担上就是学基督然后学基督呢，我们需要看见是学什么呢？就是那一个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然后我们看见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这他在耶稣身上是福音上所记载的是什么。那从马太福音十一章一直到底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这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切就说出那一个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耶稣的生活方式，就把实际的义和圣都彰显出来了那我们待会呢，我们会进到这个纲目的细节里面，我们就一一的来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的交通有这个纲目所带我们走过的。OK， 好，那我们来进入这个第一大点。弟兄来，我们生活的标准不该是照着我们的文化，还必须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又是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所做出的实际。Amen。阿们，所以我们的标准呢，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再说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人离开神之后就有了文化这个文化就把人呢圈在一个范围里，这里面有什么呢？宗教，有哲学，有传统，有政治，有一切人食衣住行的习惯，在各个民族当中都不一样，或各个地方也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的泡透在这个文化里，也就照着文化来生活。但是我们必须看见，我们今天是一个新人，我们生活的标准不该照着我们的文化，而该照着什么？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也就是照着主耶稣在地上所活出的实际那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底下呢会再有交通。好，那我们来进入的是第二大点我们来读第二大点。Amen。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所过的生活完全一样，每个人一样，每个人一样。这一个新人要过神人的生活，神人，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Amen。这一个新人的生活，就是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
因为耶稣就是这一个新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不是一个旧人，他所过的生活不是旧人的生活，而是一个新人的生活。那这里说到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团体的神人，就如同啊，这位耶稣啊，他是这一个独一的新人，他也是这一个独一的神人。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能够过一个新人呢？的生活呢？因为我们被摆在基督里，这位基督啊，有这个扩展，有扩增，有翻复制，还有呢啊继续啊，我们就是他的啊这个继续来做团体的神人，所以我们也需要来过神人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啊。那这是第二大点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大点，来我们弟兄读。主在用五饼鳄鱼食饱千人所行的行迹上，去见门徒跟拿学。啊，这个第一个字啊，他这个错了哈，那是主啊，那个字打错了。这个主啊，在这个神迹上啊，他是训练门徒要跟他学。那我们待会儿就会来看，在这个神迹上，主耶稣啊，他是显出什么呢？他是显出那实际的义和圣，或者是说呢，那个义和圣的实际啊，就在这一幅图画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的焦点就会摆在了神迹，可是呢，主耶稣在这里啊，他要叫我们看见他行这一件事情啊，重点不是这个神迹，重点啊，是他如何在这件事上，他是照着神，他是信靠神，他是为着神，他也是与神是一，所以呢，就有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的这一个荣耀的彰显。我们要看见在这件事上彰显出来的是义和圣的实际。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呢就来看啊，主耶稣是在这件事上啊，要门徒跟他学。好，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三个大点啊，这三个大点啊，我们能够把它说一说，好不好？我们把它说一说。Amen。Amen。我们是的生活标准不会叫做我们的文化，那个叫做耶稣身上的事。叫做耶稣在地上所活的实际。 Amen。 哇，是的。 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来进入这第一大点。这第一大点，好，这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乃是今天一个神新人该有的生活方式。好，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了生活的方式呢？因为这个生活的方式就会有一个生活的样子。样式。那在我们这一周，这个重点的经节以弗所书啊四章的二十节啊之前呢，他就讲到了二十二节这里没有列出来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就讲到了生活样式，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而且呢，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了这个生活方式啊，至终呢就成为一个榜样，至终呢也成为一个模子，或者是说榜样的模子，就是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好，那我们要看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引用的经节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到到主这里来得安息，然后呢十一章二十九节就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主说要跟他学，
那怎么样子的学？学什么呢？他说呢，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的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后在约翰福音这里开始啊，就列出来六章五十七节，一直到末了啊，这里就列出来主耶稣啊，他呢是不活自己的啊。六章五十七节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要因父活着，然后呢，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主活着。主耶稣为什么有安息呢？因为他因父活着。他为什么能因父活着？是因为他常常享受父啊做那丰富的这个奶油和蜂蜜啊，做他丰富的供应。然后呢，主耶稣为什么有安息呢？因为他来啊，不是做自己的工，乃是实行那一位差他来者的旨意啊。然后在五章十七节讲到啊，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父做工，他也做工，但是他做工是因为父在他里面做工，他是父的出口啊。然后呢，这个五章十九节讲到啊，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所以他是照着神，他因神活着，他照着神来做工。然后五章三十节讲到啊，这个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啊。这个主啊，没有自己的企图，他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他是受差遣者，他寻求那位差遣他来者的意思啊。然后六章十八节讲到，我不是行自己的意思，乃是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自己的企图啊。然后十七章四节讲到呢，他在地上啊荣耀父啊，他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啊，他并没有不义，他是寻求父的荣耀，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显出实际的义和圣来啊。感谢主。所以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实际的义和圣，而这个是借着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把它表明出来了啊。神是爱光圣义，这一位爱光圣义的神啊，在地上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啊，他把它表明出来了啊。好，那第二个终点我们请弟兄读。 Amen。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是指耶稣无生的真实光明，如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的定位的神做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他是一。哎，张姐妹，你如果读到这里啊，你就会发现到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翻译上啊，在我们读中文上啊，我们读起来啊是有点拗口的啊，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我想呢有一点的拗口，但是这里啊英文就是 The reality in Jesus。那这里翻作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啊，然后呢后面接了一句是受过教导，这在讲什么呢啊？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啊。换句话说呢，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是什么呢？耶稣总是在神里面 OK，同着神并且为着神，在他的生活中他与神是一，所以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神啊。耶稣身上的神啊，在四福音书里面啊就表明出来了，那个表明出来了就是实际啊，
神借着耶稣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也从约翰福音那里讲到啊，化成了肉体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啊，恩典和实际是借着他来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实际啊，就是在耶稣身上的神。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到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啊，这里加一个者啊，然后后面讲到受过教导，因为这个受过教导，你就是受了一个人位的教导。这个人位，它是一个人位，它并不是一个现象啊。所以在耶稣身上啊，它显出来的是一个人位。这个人位是谁呢？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是受这位在耶稣身上的神啊，来受过教导。那也如同啊，约翰呢、啊，他讲过啊，那论到那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话、啊，我们听过，亲耳听见了，啊，亲眼这个看见了，啊，我们的手也摸过的，啊，注意这个约翰呢、啊，他在那里就说到了，他乃是看、听过、看见过、手摸过，啊，他们是那样的受过教导。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终点，我们请姊妹们来读。耶稣的生活总是符合神的意和圣。在耶稣的生活里，总是展示那实际。Amen， 在耶稣的生活里，总是展示出那实际的意和圣。啊，这就是刚刚为什么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是谁呢？就是那一位实际的神啊，也就是在耶稣身上的神。神他就是圣，神他也是义的。所以啊，当这义和圣借着耶稣这人的生活来展示出来的时候啊，表现出来、体现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位实际的神啊，在那里彰显出来了。所以第一个小点讲到耶稣的人性生活是照着这实际，就是照着神自己满了义和圣。新人是在这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实际就是神得着荣耀和彰显。待会儿我们再看主耶稣行神迹的这件事情，你会看见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他彰显出来了神自己，在那里是神得着荣耀和彰显啊。好，这是第三终点。那第四啊，第四终点我们请这个弟兄来读。我们需要学基督，并在他里面受教导，过实际的生活。学基督就是在基督这榜样的模子里，磨成基督的形象。好，这就是为什么刚刚啊，给弟兄姊妹讲到了这个第一终点，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方式，他就是在第四终点这里所讲到的。他成了一个榜样，主耶稣成了榜样。这个榜样啊，他成了一个模子，成了一个模子啊。那弟兄姊妹，他不是啊，外面的雕像，啊，那样的好像那样的模型，让你啊来外面呢、啊、来学习他，来仿效他，不是的，他乃是啊在你这个模型啊，这个模子啊。是叫把我们放在这个模子里面的、啊、好像你做蛋糕啊，有这个模子哈，是把、啊、那个面粉啊是放在里面的。同样的，今天呢、啊，我们是被摆在它里面，我们是在它里面受教导啊。这并不是说啊，今天这个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一种的一个学习叫做What would Jesus do？也就是说，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啊？但是那人就想了，哦，主耶稣啊说过啊，
人打他的左脸啊，连右脸也给他打啊。那你会做？你会这样做？你做得来吗？啊，我们这个城内的，除非你是主啊。OK， 所以重点在这里，除非你是主，主就可以，你就不可以啊。那所以我们呢、啊，在我们呢、啊。不能说，哎，主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我就怎么学习，就外面的仿效，不是的，我们乃是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是跟主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在凡事上啊，我们要活在他的面前，然后呢，连于他，哦，连于他，我们要问主，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来问主啊。与他连结，与他调和，我们是被摆在他里面这个榜样的模子里受教导，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结果会差很多哦。结果会差很多哦。你在他里面受教导，跟在他外面受教导啊，这个会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他里面受教导是你成为他，在他外面受教导是你啊模仿他，外面模仿他。哎，师母讲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显出他的差别来了啊。一个呢是一个在他里面受教导，你过的生活就是一个新人的生活，是一个实际的生活。在他外面受教导啊，你就是模仿他，你还是在过一个旧人的生活，嗯，就跟你模仿啊这孔子孟子一样那样的生活啊。好，那这个是第四点。好，那第五个终点，我们请姊妹来读。新人是团体人，该过一种实际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稣身上的四十记者，就是彰显神的生活。阿们。那这里弟兄姊妹，你需要把这个团体啊，团体人啊，你必须把它画下来啊。感谢主，今天呢、啊，这耶稣啊，啊，这一个神人啊，这一个新人啊，他已经扩大了，借着死而复活、啊。他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啊、使我们、啊、也成为一个新人、啊、OK， 那这样新人的生活是一个团体的、啊、实际的生活，就是彰显神的生活。好，第六点，弟兄，我们若照着心思的灵生活，就会有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符合那在耶稣身上是使记者的生活、啊、这个秘诀乃是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是上一篇所讲到的这个秘诀。外邦人是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结果他们的生活就是虚妄。今天我们若是在我们心思的灵里操练我们的灵，将心思置于灵，我们就得更新，就会有团体新人的日常生活、啊、就是符合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的生活、啊、弟兄姊妹，这六个重点、啊、就把给我们看见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啊、是实际者。换句话说呢，你看见了这位实际的神怎么样子借着耶稣他一生的真实光景里显出来。所以你如果说是福音书啊，是耶稣的传记啊，啊，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传记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传记告诉我们，在耶稣身上的是神啊，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却彰显出神来，就是实际的这个义和圣，神的义和圣就从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里给我们啊，这个发挥出来给我们啊看见了。好，我们把这六个点呢 啊把它讲一讲好不好？阿们。第一个新人该有的生活第二个是指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他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
并且也与神是一。第三个就总是展示那真实的义和圣，基督总是展示那真实义和圣。第四个，我们学基督，在他里面受教导，哦，学基督这样的榜样的模子，磨成基督的形象。第五个，新人是团体的人，是彰显人的生活。第六个，心思的灵得以更新。阿妹，感谢主，阿妹。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第一大点呢、啊，我们就到这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继续走到第二大点啊。第二大点，好，我们再把第二大点一起读一下哈。一个新人的生活，该与耶稣所过的生活完全一样。一个新人作为团体的神人，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阿门。那第一大点可以说给我们看见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或者是说呢，在耶稣身上的这个实际，也就是啊，这个一个主耶稣是这一个新人，他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新人的生活。那这个经节呢，是在以弗所书那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若是进入以弗所书啊，你会看见以弗所书是分成两个大点，一个第一大点就是前三章，这个讲到了教会在基督里所得着的福分与地位。然后呢，下半段呢、啊，四五六章啊，就是讲到了生活教会在圣灵里啊。第一大点是在基督里，第二大点呢是讲到教会在圣灵里啊所需要的这个生活与职责啊。然后呢，在李弟兄的纲目的分段里面，第一终点马上就提到了啊，基督的身体在圣灵里所需要的生活与职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看见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开头就讲到了什么呢？那灵的一，这七个一，然后之后呢讲到了这个啊新人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七个一啊，也就是那灵的一啊的一个具体化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新人啊，一个新人就是这七个一的一个具体化。然后呢，我们看见啊，这一的彰显是什么呢？一的彰显就是这一个新人的生活。阿们。所以这一个生活，它从啊以弗所书四章那里开始于那灵的一，也就这是这七个一，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新人，然后接下来呢有生活的细节，讲到了这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还有呢这个伦常伦理的生活啊，就是儿女跟父母、妻子和丈夫、奴仆和主人啊等等的这一切的生活，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新人的生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我简单的把这个把以弗所书的下半段，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新人的生活是那彰显那一的生活，也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啊，与这个从得救重生啊变化的三部分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出来的一个生活，就是这一个新人的生活。好，我们来进入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一终点。基督的人性生活，就是使人将神活出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旨意。他的人性美德被神所充满，充满调和并浸透。阿门。好，来这个第一小点啊，第一小点，主耶稣在地上时虽是人，却因神活着啊。我们这里讲到了神人的生活啊，这里就提到了主耶稣他是人，但是是什么？因神活着啊。第二点，主耶稣在一切事上活神并彰显神，他无论做什么都是神从他里面并借着他做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和弟兄姊妹谈到的
就是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耶稣身上的神，因为耶稣在一切事上活神并彰显神。好，那第三点呢，马可福音启示主耶稣所经过的生活乃是完全照着并且为着神的新约的经文。好，来第二终点，我们请姊妹来读。我们是第一位神人的仆人，过早真无智和自信，开过他过过过同样的生活。Amen。 所以第二大点讲到一个新人的生活的时候，第一终点就讲到基督啊，基督他的人性生活。然后呢，第二终点就讲到什么？我们啊，因为我们是第一位神人的扩展啊，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啊。召会是基督这第一位神人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该过他所过同样的生活啊，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位神人呢、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然后呢我们呢、啊、要成为他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第一小点我们请弟兄读一下好吧。主的人生活为我们的神人生活是了一个模型，是被定义活存在人性里和彰显。阿们，是啊，阿们。第二点，姊妹，我们需要靠他的连全备的供应否认及合成基督的死并显大他。阿们。第三点，弟兄，我们必须谨慎修养自己，并且定罪建立天然的人。我们需要领悟基督的美德，在基督的美德在数字上与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和神自己有关。阿们。姊妹，姊妹，各位。这位过神人生活的金乃是大灵，在到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我们不该让这一位以外的人的事物充满并占有我们。Amen。弟兄，我们需要全然向主敞开，以祷告的灵和气氛接受主在加六章三十六节的嘱咐。你们要有连续，正如和你们的父有连续一样。我们需要每早晨接触主这位连续者。阿门。好，弟兄姊妹，这里呀、啊、五个小点了、啊。第一个小点给我们看见这个模型啊。它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模型呢？它是被定死而活，使神在人性里得彰显的一个模型啊。引用的经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想我们都很熟了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就需要我们、啊、一同的来、啊、被放在这个模型里。好，第二点呢，讲到了我们被放在这个模型里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有他的灵全备的供应，而能够否认及为我们神人生活设立活成基督的死并显大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否认及啊，啊，否认及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意思，出于你的能力啊，你有没有办法定自己十字架呢？没有办法的哈。你越定你的己越强 啊，是靠着他的灵全备的供应、嗯、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可以使我们否认己、啊、借着他复活的大能磨成基督的死并显大他、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了这个模型，第二个我们被摆在这个模型里所发生的故事，就是这第二小点。第三条小点呢，在我们这样的经历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弃绝修养自己并定罪建立天然的人，这是我们里面的、啊、我们这个人的故事、啊、我们要领悟基督徒的美德在数值上与神圣的生命性情和神自己有关，不是我们的修养，而是呢、
啊，我们来活神，我们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然后第四点呢，在外面的呢，我们呢、啊、就不该让这一位以外的任何事物来充满并占有我们啊。里面我们拒绝建立天然的己，外面我们不让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充满并占有我们。第五个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我们需要向主敞开，用祷告的灵和气氛来接受主啊，接受主，每早晨来接受主。这里讲到你们要有连续，正如你们的父有连续一样。我们有连续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天生就有，而是呢我们向着父有一种的敞开，而接受父的注入啊，父的加强，而我们能够有连续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啊，基督是那一个神人，我们是一个团体的神人啊，我们是他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是这样子的来成为他的继续的，与他过同样的生活啊。这五个小点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呢，在第二大点呢、啊，只需要把这个终点呢、啊、讲一下就可以了。第二大点讲到一个是。新人的生活，第一终点他就讲到了基督啊，这神人。第二终点呢、啊，就讲到我们是这第一位神人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与他过同样的生活。我们把它讲一讲哦。第二大点，阿门。基督的人性生活就是基督是神人，人讲神活出来，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的属性，他的人性美德。被神的属性充满浸透、调和和并浸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第一个神人的扩展、扩增、复制和继续，该过所过同样的生活，该过他所过的同样生活。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来进入第三大点、啊、第三大点我们再来一起读。主在用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所行的神迹，训练门的要学，跟他学啊，跟他学啊，不是学如何能够行神迹，而是啊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所彰显出来的这个实际的义和圣啊。好，那我们就进到这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读马太十四章十九节，说他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在祝福饼和鱼的时候是望着天、啊、好，来姊妹，第二终点，在主的恢复中，我们若要一切被使用，就必须为着一个新人的缘故，否认我们的己，弃绝我们的企图，并放弃我们的野心。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第一点呢、啊，我们要来看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在这个神迹的记载里，虽然是很简单的，好、啊，很简单的。主耶稣呢，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便递给群众啊。那这第一小点呢、啊，啊，讲到的望着天，指明他仰望他的源头，就是他在天上的父啊。弟兄姊妹，你要把天把它圈出来，这第一小点讲的就是天啊。这 A 小点指明主知道祝福的源头不是他，祝福的源头该是父，这差遣者，而不是受差遣者。杨姊妹，在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啊，你啊，你所牧养的小这个新人啊，小羊啊，啊，这个福音朋友，哎，他得救了，好、啊，他得救了，哎呀，我想我们都是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有人得救了，但是呢，在这个开心的里面呢、啊，我们里面是啊、隔天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走起路来啊，都有风了呢，还是说呢，
你还是在那里啊，望着天柱，望着天啊，感谢父。很多时候我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是救人啊。这个哥罗西书啊，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罪人的问题，而是救人的问题。这个救人啊，啊，就觉得哎呀，这个你看我非常的啊蒙祝福，哎呀，我有祝福，哎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来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有一种的学习，从这个主耶稣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里学习到什么呢？知道祝福的源头乃是这一位天父啊。所以 B 小姐，无论我们能做多少或多么懂得做什么，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需要差遣者祝福我们所做的，使我们能够借着信靠他，不信靠我们自己，而成为供应的管道啊。连我在这里交通啊，我还是需要信靠主的啊，不然我们的口啊是空的啊。我们不信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过就是一个供应的管道啊。真正叫人得救的是神，他是救主，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好，第二小点，他仰望天上的父啊。那这个小点讲的就是望啊，这个望着天的这个望啊，他仰望天上的父，指明作为在地上的职，受天上的父所差遣，他与父是一，并且信靠父啊。这个望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第 A 小点，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能做的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在禁止的时候与主是一，并且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与主是一，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啊。我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啊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认真，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主日申言啊。但是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还需要在这个原则里，与主是一，并且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你记得多少的内容，你有多少的话可以讲，记得与主是一并信靠他才是最重要的。唯有当我们与主是一并信靠他，祝福才会来到啊。这是 B 小点啊。那第三个小点呢，就讲到了主不从自己做什么啊。这个你要把这个己啊圈起来啊。第一小点你要圈的是这个天，第二小点你要圈的是这个望，第三小点你要圈的就是这个己啊。那 A 小点讲到我们应当否认己，不要存心从自己做任何事，乃要存心从他做每一件事。 B 小点，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灵，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拒绝己，并凭另一个生命活着啊。那这个就是对付这个己啊。那 OK， 来第四小点啊。第四小点我们请弟兄来读一下。第四小点，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这在信息里面 啊在这个陈英圣言的里面、啊、提到的就是企图啊。主呢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企图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 A 小点讲到说他拒绝自己的想法、打算和目的。主耶稣来啊，他不是寻求自己的意思，所以他拒绝自己的想法、打算和目的。那你说主有没有他的意思呢？有啊，主有他的意思啊，但是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啊。所以这里才有这样的话，记不记得主耶稣照着在上十字架之前客西马尼的祷告，他不是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吗？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人，他来寻求神那一位差他来者的
意思，他的旨意，他是来行神的旨意。好， B 点，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这件事上有警觉，当我们受差遣做一个工作时，我们不该利用那个机会寻求自己的目标，我们去只该寻求那差遣我们的主人想法、目的、标的、目标和打算啊。那这个呢，就是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啊。第五个小点，来姊妹来读一下第五小点。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那差遣来赐的荣耀。Amen。 寻求自己的荣耀背后就是野心，有野心就是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必须看见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己、企图、野心乃是三条大蛀虫，我们必须学习恨恶他们啊。所以在这个第一终点啊，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主耶稣啊，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的神迹上啊，他要我们所学的点啊，第一个就是望着天，知道天父才是祝福的源头。第二个，这个望啊，就是讲到了他是父所差遣的，父是那差遣他的，他与父是一，并且信靠父。第三个点呢，他就来给我们看见，在这个望着天这短短的三个字里面啊，主耶稣在那里有对这个三，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对付三条蛀虫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己，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企图，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野心，也就是第三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第一大点啊，对不起，第一终点的这五个小点啊，我们要把它说一说，好不好？说一说。第一个是，天望着天，指明他，仰望他的源头，就是他在天上的父。第二个，他望着天上的父，指明他作为在地上受差遣的，只受天上的父所差遣，他与父原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否认己。第三个，主不从自己做什么。第四个，他不寻求自己。好，感谢主，阿门。弟兄姊妹，那我们再简短的给大家这边呢，交通一下，就是呢，我们这个第一点就叫第五周啊，这个纲目给我们看见，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借此过一个新人的生活，不是过我们文化的生活。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啊。第二大点呢，就告诉我们了，在耶稣身上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那实际的义和圣。好，他所过的是一个神人的生活，彰显神。我们的这位神呢，是爱光圣义的神。第三点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义和圣的实际显在耶稣身上，在五饼二鱼的这件事上，就是耶稣的那个望着天啊，里面说出了什么呢？他认识父是源头，他啊，这个需要信靠父，父是差遣者。第三个，他对父起。第四个呢，他没有自己的企图。第五个呢，他是没有自己的野心，他寻求的是父的荣耀。所以在这个事例里面，我们至终就看见了那个神荣耀荣耀的彰显。感谢主，那我就交通在这里，我们请啊接下来两位弟兄来给我们有一点补充加强的话。阿们。阿们。我刚念那个以弗所四章二十一节，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者受过教导。其实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照着那在耶稣里面的实际受过教导。为什么加这个者这个字呢？因为者这个表示呢，那在耶稣里面的实际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位啊，
我们可能都知道四福音讲的主耶稣的教训，那我们知道凭着天然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全遵守这些教训的，所以我们需要受这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要我们照着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照着那的人位来活这个基督，那这边有其实这个教导有几个阶段了。第一个，首先我们是要看见要明白在耶稣身上的实际，就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为人生活，他的卑微温柔，他的顺服依靠，他的慈爱怜悯，在他身上这些美德其实对我们来说乃是一个奥秘，需要我们借着这个实际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美德的实际，当我们进入这个美德实际之后呢，才能对耶稣这个人位有真实的经历，这样子呢，主的所事和所有，在临终才能成为我们的所事和所有，这个就是实际，当我们有这个真实经历之后呢，我们就会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活基督。那什么是活基督呢？活基督就是接受他人位并活他人位，不活我们自己也不活我们的文化。那事实上我们旧人呢，就是文化的产物，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而我们的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真的是活基督的话，我们就会有基督的价值观，也会成为基督的复制，磨成他的形象，而有基督的这个性情，这个能使我们活出基督那样子的为人生活，也就是一个新人的生活，但这里我们看到有一项来自我们自身的难处，就是说我们虽然愿意活基督，却常常没有办法留在灵中活基督，就像主耶稣说的，灵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常常操练灵，要使灵刚强有力，才能够随时在灵中活基督。那超越灵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来祷告，如果你问什么聚会最累人呢，答案就是祷告聚会，因为别的聞会你还可以少用灵，或者不用灵，也还可以，唯有祷告聚会你就非用灵不可，祷告聚会的所以累人，就是显示出我们平常祷告实在太少，操练灵不够，所以我们感到疲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操练，就是随时祷告，随处祷告，接着这样不断的祷告祈求呢，把操练灵当作操练我们的身体一样，渐渐的我们有一天也会拥有这个刚强的灵，能够真正的24小时活基督了，文化天然也就是自然的脱落了，当然，我到目前为止还做不到24小时活基督了，这个理想目标还是很远，但这样的操练不是短期能够奏效的，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够做成的事情，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借着祷告来操练灵，我相信凭着主的恩典和圣徒之间互相的勉励鼓励安慰，我们必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愿主祝福并加力给我们。 Amen。 Amen。 感谢主，弟兄们姊妹们，我是 Pleasanton 的申弟兄，还是有一点负担，这个来加强一些在实行上经历上来经历这一个新人，也谢谢弟兄林弟兄在话语上的劳苦。我有三个负担，弟兄们，第一个，我们在认知上从我们的深处我们要阿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很长一段时间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的特会基本上都离不开神的经纶、教会、身体、新人。弟兄姊妹，这个话其实我真的是跟神的再来有非常重的关系。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话是重复的，而是要看见越是重要的话我们需要重复的听到，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能够有实际出来，因为光是爱主，我们个人的爱主属灵不能带下，不能带回主的再来，必须是新人教会身体得着建造，而且从这个身体教会新人里面有得胜者的显出，主才回来。所以这一点上弟兄姊妹，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要认为老是谈这些事情觉得好像就是老生常谈，我们要看重，要常常的真的能够愿意进入这样的话里面。多年前，我对面的这个邻居
是一个美国先生，中国的太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个先生、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读圣经呢，他不但是能读中文，能读英文，他也读希腊文的圣经。他也认知，他读到我们英文的这个恢复版以后，他有一天给我讲啊，他说 TC 啊，这个是他看见翻译翻的最好的英文翻译。这样一位属灵爱主的弟兄，跟我们在对面住的三年的时间里面，他换了三个教会，换了三个教会。一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没有，不容易建造教会身体跟新人，因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喜欢什么？哦，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我喜欢，这个牧师我不喜欢，我就换一个教会。哦，这个教会的乐团音乐很好，我留下来。有一天这个乐团不行了，他也走了。你就看见我们基督徒光是爱主属灵，真的是达不到神的要求。一个这样寻求爱主的人，他完全没有看见什么是神的经纶，什么是教会，什么是身体，什么是新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一个，我们要珍惜这一个，珍惜这一个，愿意在这些事上我们都来操练。在实行上啊，弟兄姊妹需要操练，不但我们阿们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还需要把它活出来。这个操练总是有一点付代价。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哈，接待。多年来我的家就是接待圣徒，特别是服侍的弟兄啊，有的 present 有聚会，有的希望弟兄们希望 能够早一点来的话就接待，我们都开放。早期的时候啊，我都是接待华语的弟兄，方便嘛。有的时候第一我们认识可能，第二个讲华语方便。但是过来越过以后，神给我有一个很重的感觉，你要操练接待英语的弟兄，接待英语的弟兄。那有一次我们家就是接待三个弟兄，我就说那好了，我就接待两个英语的，接待一个华语的，这样子也不错了嘛，对不对？两个英语的，一个华语的嘛，那至少还找一个可以华语讲讲华语的。结果我就看到接待的名单里面啊，有一位姓王的弟兄从 Central Valley 过来的王弟兄。那我就接待这个吧，我也不认识他，但至少是一个华人嘛，姓王嘛。结果到了晚上啊，这个两个英语弟兄都来了，哦，很好。最后这个王弟兄来了，一开门是一个黑人，开门是一个黑人的王弟兄，很 surprise 我。但是我觉得一面主是跟我开玩笑，另外一面主实在给我看见我这个人需要被扩大。但我们总是有一些的尾巴呀，还是按照我们的喜好。结果跟这个王弟兄啊一谈就知道，他从小就被一个姓王的弟兄姊妹们的家收养了，改姓王。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好，主给我这个看见啊，天下能够姓王的黑人啊，我相信没有几个，但是主让我接待了这一个。你就看见连我们的接待我们都需要有新人的感觉。在教会里面一起吃饭，不要老是跟着几个我熟的人，要看见哪一个是新来的，哪一个是孤独的。特别是少数的人，韩语的弟兄也好，英语的弟兄也好，一定在各样的事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身体的感觉，不要有都是我以我为中心的感觉，我的喜好，我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天然非常有关系的。李弟兄为什么早期他说不讲中文，不吃中国饭，不上中国超市，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要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也不是鼓励说大家说英文，大家吃西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看见要实行我们所听见的教会身体新人的建造是需要实行，需要付代价的。愿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实行，好不好？在实行上，弟兄姊妹，
我再加强一点，一定要学会顺服，一定要学会顺服。今天林弟兄讲的这个信息里面，讲到这个导言背讲里面，讲到耶稣做榜样，其实在那里面耶稣最大的榜样他就是顺服神，他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说我们愿意否认己，弟兄姊妹学习一个李弟兄在书上讲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活在教会里，活在身体里，要知道谁在我们的上下左右，谁在我们的上下左右，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单独的人。你的左边右边就是你的配搭，你的属灵同伴，一定不要做单独的，要有左边要有右边都有你的配搭。也要知道谁在你的下面，并不是地位的下面，而是谁是你的小羊，你要照顾的，你要照顾的。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谁在你的上面，不仅仅是主是我们的上面，主他一定有代表的权柄在我们的上面，所以要保守，对不对？保守建造教会身体跟心灵，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有知道谁在我们的左右上下。我用这个话有一次很重重的责备了一个弟兄，责备完了以后，主用同样的话，谁在我的上下左右，用这一句话一直来对付我。你就看见弟兄姊妹，我想总结就是，我们在认知上要从心里阿们我们所听见的这个经纶，在实行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否认己，接纳，对不对？甚至于相调，加重相调与各样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借着相调就能够磨成。第三，学会彼此顺服，好不好？我愿意这些有点的鼓励与加强，感谢主。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主，早晨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话语啊，我们盼望这些话语都带我们进到实际的义和圣礼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早晨呢、就停在这里啊，哈利路亚，谢谢弟兄姊妹。我们早晨导演讲就结束哈。